珊珊，嗯，前面那个烤肉店开的好好吃哦，新开的，我那天去吃了。行，我们一会儿去吃吧。可以。哎，蓉蓉，怎么了你？我好像冰水喝多了，我想上厕所。哎，你帮我拿一下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哦，哎，你快点哦。这个灿灿不是跟我说他170斤吗？怎么每次穿衣服看起来都像130斤一样的？也太会穿的，太显瘦了吧？不像我，也是170，这个肚子又大，腿又粗的，平时都买不到合适的衣服。这个衣服裤子不是他身上刚穿的那一套吗？干嘛同样的衣服要买两套啊？真奇怪。哎呀，反正我也买不到合适的衣服裤穿，要不试试他的？反正他还没有来。耶，他是挺会买衣服的哈，这个衣服还是收腰的，穿上来小蛮腰都有了，这么大个肚子，穿起来也一点都不显。嗯，再试一下这个裤子。天哪，这个裤子也太好穿了吧！自从胖了170了之后，这辈子还没有穿过这么舒服的裤子，弹力好大呀，还是高腰腰头的，大肚子都给遮起来了耶。哎，蓉蓉，哎，你穿的是我那这一套衣服吗？是的呀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刚老远看，我都快认不出来是你了。你穿的真好看，真显瘦。哎呀，我就是看你平时啊挺会穿搭的，我又买不到合适衣服，我想跟你学习一下穿搭嘛。这一套啊都是我在大马店买的，点头下去直播间就可以看到了。这裤子啊才59.9元，也不贵呢。这一套穿的那么好看，我就送你了。那行，我请你吃饭吧。行，走了。